静怡啊，您找我啊？周翔来了，来坐。哎，进来啊。哎，坐。好。哎，坐这儿。静怡啊，您找我有事儿啊？是啊，静怡今天找你来是有几句话想对你说。哦。你是周耀明的儿子吧？哎，姐，嗯，我今天早上看姐夫开车送你来的，你自己不开车了呀？哎呀，别提了，我估计以后啊，都得是他开车接送我，不让我开。你就知足吧，你呀，这是身在福中不知福。你懂什么呀？你父亲过去是我们川江的常客，真没想到他的儿子都长这么大了。没错，照片上的是我的爸爸周耀明，那那个合照的女士就是您的姐姐艾娜吧？是我姐姐艾娜，不过你调查我姐姐的目的是什么？是这样的，静怡，我爸呢去世的早，我小的时候啊就离开这儿了，现在回来我主要就是想知道我爸的一些事儿。没问题，这些我都可以告诉你，不过你得答应我一个条件。嗯，什么？您说。其实我今天找你来主要的目的是为了小爱。小爱是我从小一手拉扯大的，说她是我的亲生闺女一点不为过。我希望你远离小爱。我和小爱啊，本来就只是普通朋友。我这次回来就只想知道我爸的一些事儿，而且我特别想知道，艾娜阿姨到底跟我爸什么关系？他们有没有交往过？我告诉你，当年我姐姐在这一带很有名气，和她合照的客人很多。你父亲不过是其中的一个而已，仅此而已。那您为什么一直保留着我爸跟全爱妈妈的照片呢？我姐姐所有的遗物我都保留着呢。老公，哎，怎么样？怎么样？慢点，慢点，慢点！今天有没有什么反应啊？能有什么反应啊？这才多俏皮！来来，动作慢点，动作慢点。哎呀，没事儿。好了。哎呀，回家了，回家了。什么惊喜啊？坐坐坐，快点坐啊！把眼睛闭上。我要闭上就会睡着的。什么声啊？怎么样？小宝宝，快睡觉。怎么样？哎，你看啊，我连这些都买好了。你买这些东西干什么呀？给我儿子用啊。怎么了？你不喜欢啊？我是觉得会不会太早了？不早，咱儿子要是知道爸爸给他买了这么多礼物，他肯定会开心的。哎，你看看有没有反应？什么反应？肚子。我想上厕所。哎，怎么样？喜欢吗？儿子，这就是你的床。来，就这儿。看看吧，这个房子
你真的要交给我装修啊？我看人的眼光肯定差不了啊。那作为业主，你应该给我说说你喜欢什么样的。就你把自己就当成这儿的女主人，你想怎么装就怎么装。女主人啊，给女主人拿上钥匙。那你就提要求呗，就是你喜欢装修成什么样的，因为毕竟是你的房子嘛。要不这样吧，看这软件啊，你就可以告诉我你喜欢什么样风格的。你喜欢的就是我喜欢的。老公，哎，老公，你看啊，这网上啊，现在真的是什么都有了。你看这个，哎，你要说什么？这个事儿，哎，减少盐的摄入量，水肿明显者要控制每日盐的摄取量。嗨，用不了多久，哎，我在这个营养学上面肯定不输给咱爸。老公，哎，对了，其实咱爸这点也应该到了，就这个点他都来了呢。你干嘛？我问问他怎么还没到啊？别这个时候，不，别给麦打电话，他不来才好呢。我有正经事跟你说。我问问他现在到哪儿了？你好，您拨打的电话已经关机了。爸，手机关机？啊，不可能啊！他说他这段时间为了我可以24小时开机不关机的。哎，您好，您拨打的电话已经关机。真关机啊？是啊。喂，老三，爸在家吗？不在，饭店也没有。啊，他手机还关机了。啊，那你这样，你通知老大跟老四，咱们在饭店门口集合。走。哎，要不然老婆你别去了，还是我去好吗？必须得去。哎，嘿，哎呦，爸，太巧了，我正说要按门铃，你们就开门了。啊。哎，你去哪儿了？别上手，都别上手！哎呀，我来就行了。那你哪儿去了呢？这大家都找你呢。我呀，山里头去了。去山里干什么呀？干什么呀？你瞧这个，啊，看到没有？哈哈，走地鸡，吃地上刨的食儿，这绝对绿色食品。城里人现在已经吃不着这个了。还有这蘑菇，你闻闻，思源，你闻闻，这香哦！哎呦，老乡家里头搜来的，新鲜，你知道吗？人家从山里头自己摘的。跑那么老远买这干什么呀？这可重要了，这给你要做一个叫固胎八珍汤。你妈当年怀你们的时候喝的都是这种汤。哎呦，看把他们几个，哎，身体多好，一个个壮的。哎，对，他不一样啊，他是8斤3两，难怪我老婆气场那么强大。那是啊，人的气是在胎里就固定的，知道吗？妈，我不喝汤了。你瞧，我不喝汤了。吃的来晚了，这爸爸是路远吗？啊，别生气，马上就给你做啊，你哄着他，我去坐下啊。哎，你哄着点，我马上做啊。怎么了？错了啊！让你吃饭吃完了，这样我现在就去打下手，好吗？你别着急，走，别着急啊！哎，爸，我来，哎，你赶紧烧开水，好，来，烫鸡，我杀鸡了啊！好。